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One Days。好，昨天这个女孩卡机就开上来了吧？然后这张麦奖，非常的 lucky， 有抽到它。那么这一次就打算把它给拿出来尝试用一用啦。60% 的辅助啦，对少年篇跟 BGBG 加入的队伍内。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，超特大伤害。然后自身攻防 150%， 攻击时攻防 150%， 然后我方全员气力加3，攻防 30%， 高确率回避。除了自身外，攻击参加中 BGB 之加日或者少年篇的角色存在时，回避 20% 才提升，然后必定两回追加攻击，高确率必杀发动。单回合最高可以去到4发必杀啦，配上潜能点，然后 70% 的回避力。然后队伍内除自身外，BGB 之加日或者少年篇类别的角色3体以上，或者素属的敌人存在时，我方全员就攻防再多 30%， 最高可以去到 60% 这么个样式了。但是那个攻击参加中 BGBG 跟少年篇也是很重要，提高他的回避能力了。就是这么个样式了。虽然是没开路了，但应该也是可以用的，靠这回避能力。然后这边潜能点我的技能力上面就加了一点防，跟给了连击加回避了。然后连接的话基本没有练啦，就直接给他推到 level 7罢了，因为头脑占这一些啦，增加的能力其实还蛮多的，所以就有料啦，所以就把他推上去了。 OK， 那么这边就这个样子的队伍啦，当然就是我们的卡妹技奖带队。然后要有多一个龟仙人的龟仙流嘛，所以这个悟空啦，就这样子 vs 悟空 Freeza。之后有机会啊，就组一队全 BGBG Gather Team 来挑战看看。不过这一轮就先这样子啦 ，Let's go。OK， 这个顺位，Valknight 不算到最好，但也可以啦。对，这个样子的话，亚马甲给他留着好了吧，悟空往后移吗？其实都可以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这个就这样摆好了。卡妹技奖这一轮来讲的话，比较打酱油多一点嘛，或者就是提供辅助啦。哦吼，回避能力，回避力啊！来喽！运气不好的时候真的是很假背。OK， 成功 ，Nice。对，508万。然后下一轮麦将就登场了，然后有 Vidal， 再加上布马。应该是留着布马，然后 Vidal 去走三号位吧。891万，要不然就是 Vidal 跟布马留着，然后后麦奖站在三号位来移动。那个麦奖的话，我是希望让他跟素属的布马站在一起来运用啦，连接会比较理想一些。OK， 又在掉血。一点啊，对，看一下现在的状态，27万、39万、13万8千，哦，有够低的。但是行动过后啦，会提升150%嘛，然后又会再提升50%这样子，然后连击越多就越好。那么这边的话 ，Vidal， OK， 卡兰哦，大量回血，最后就熄单啦。连接的话，这边是四条连接啦，然后残孽、征服的野望跟现界突破是没有。然后这残孽啦，把它换成女战士会更好哎。可惜啦，这边就是这么个样子的东西。回避成功 ，Vidal 攻防58%提升，30%提升，要回避两次才有到58%。之前把对面给干过了，骂，来就不得死。花一点时间，虽然说这一次主角是麦奖，可是啦
你要让埋将可以完整的发挥也很不容易就是了啦。反正他的锁位就是锁的这样子，就肯定不用去思考其他东西了啦。16万、21万跟50万，那么70%的回避力回避掉就好了。嗨，然后行动过后，又硬邦邦 ，nice。不过布马的高确率连击啦，真的是不怎么样子，很少看到他连必杀的。所以麦将的高确率连击其实就很难去有很大的指望。好的，杀得多。384万，不吃的呢。OK。哦，要不讲，50%辅助，一剑，罗嘎呼呼肯，摩托，普攻，再来，罗嘎呼呼肯1198万，一油。靠，不能成战，一成战就出事，应该不死啊，毕竟是克数。OK， 啊，你这个就是我们的回避力。Oh no， 比德鲁将，so this 呢，这个样子，反正比德鲁回避掉就没事了啦。原本想说不要留住布马的，可是算了。34万、308000跟33万，那么剩下的隶属族就不满拿来回血啦。OK， 超高确率必定会星，这样被动就全满了。我们的比德鲁有龟仙人配合的话，其实火力什么的都还蛮不错啦。之前已经用过了嘛，大家有看过那个，真的是实力爆表，强到要吓死人。对，即将1558万，那这边就攻击力无限上升，然后连接必杀技。可是之后啦，没有彗星，不过必定连击，还好，必定连击必杀。有，动 ，OK， 卡哇伊。好了，这边的话就是主战场了。对，不过老实说，这边其实是蛮危险的。麦将在这边的话是这个样子的状态，176000、243000，然后布马在这边可以连到超级战啦。这个主动技是肯定要开的啦，要不然肯定扛不住嘛。嗨，走到这边其实有点小犹豫，这么个摆法吗？应该会比较好一些吧。要想一下哦，还是这个样子摆。你等下一轮过来的是布马，那虽然说这一次主角是麦将，可是把它留在位置上面有一点危险呢。我看这么个摆法啦，反正下一轮隶属的布马就会过来，隶属布马跟他也是有不错的连接，相信啦。那么就扩，卡拉诺，那么这边的话，悟空啦哈，是有吃到这边60%加50%、110%的辅助啦，应该是还蛮不错的，176000，提升上去是多少啊？34，然后差不多60多万，60多万的防御力，60到70万之间。然后这边是没有开减伤道具啦，看是扛到怎么个地步去好了。对，915万。好的，都看啦。然后这边是有59% extra 的提供辅助嘛，这样子必杀贝利上面，这样麦将的整体防御力应该是可以去到接近百万的程度哦，如果是三连击的话。
OK OK， 一直反击，一直爽。Yes， nice。哦，必杀在这边，嘿啊！不过因为没有连结的关系，所以火力其实偏低了。哎，那么麦奖首次触手洛卡纳，702万，哎呦 ，What a night！ 然后那个修很久没有看到了，然后这个哦，彗星了，这个飞行器彗星，哎，对对对，超哎高确率，哎呀！764万，那火力就普普通通啦，这个很正常。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？哦，对，他是极细的角色，我、哦、靠，我忘记掉他是极细的角色，吃不到那个回避啊啊，骂骂骂，不过扛得住，哎，扛住两发必杀。这边初登场的金佛17号大概是有100万左右的普攻嘛，那么可以扛住100万的普攻，这个就是非常的 alright 了啦。然后那么这边的话，要么甲基本上后续是没有什么用的啦，这边就直接给他一个主动甲，好久没有看他的这个演出了吧。修行の成果を見せてやる。はあ、決めてやるぜ。ソーキダン、ソーキダン、OK， 有位，OK， 那么48万9、31万8跟56万，这一边的话，科技，龟仙人的主动技这一轮就先不开了，这么个样子过渡就好，只要回避完大概率是没有问题啦，比德律来讲的话，以他的能力是绝对足够的，但是他被必杀烤到还是会死，而且如果是在行动过后才有的话，那就不要省道具啦，直接给他用掉好了。好彩有开，还好有开，这就是我们的回避能力，2260万。那么如果龟仙人开了主动技，可以去到3000万的火力啦，以德律来讲的话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差不多啦。我的天，哎对，242万，咦哟 ，OK， 所以啦。那么这边的话，辅助什么的都是有了。这个样子后面有一点点小危险，但是就没关系。首先悟空主动机先开，反正这边有那个维斯啦，40%的减伤，应该是还蛮 OK。然后这边悟空又有辅助59%的必杀倍率，那么布马一个啫。サラバだ。はい。で、現在買161啊，就比较多了一点点。然后辅助37%启动，十八万的话，36再加9，45乘1.5，再加到20，60多万，80多万。45、90万，再只要有三连击就会超过100万的防御力。OK， 哇，还好有威斯，100%减伤，我靠哎，70%减，70%回避力，这就是我们的70%回避力。台南那乌鸠诺，奇袭击哒！看这个火力直接下降，完全就是打不痛了吧？大概全部都是 zero damage 卡。不过血量没有压到50%以下，否则第二轮倒是比较安全一点啦。哎，对，1130万，即使你彗星也没什么用处。
好的好的，不过布马应该是可以造成输出了。老实说，这边悟空啊已经吃到了100，没有到100啦，就80、60加37、97趴的辅助，可是就没有什么特别。再来，没了，这个反击410也是没办法造成任何的伤害。要背。那么在多重辅助之下，哦，2600万，哦，不错耶，木马。亚鲁娜，这个火力，逆奖，然后连击，哦，1696万。嘛，不过麦奖本身的那一个用处啦，就是在辅助上面啦，所以做到这个样子的状态，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棒了啦。嗯。OK， 然后718万。妈妈就是这个样子啦，没有什么特别。他这个召唤这个飞船过来还蛮帅的。OK， 782万，连了一个普攻，有点小可惜。最大四连击的话，防御力是可以去到百出万，还蛮猛的。这边就不用想可以彗星啊，哦，回避，70%回避，有。中招了，不过这么多下只被打到一下是差不多了。卡尼莫基是增加防御力罢了。这个样子比得了64万的防，可是如果这么个摆的话，53万，可是火力上面会比较高一点。我看这样子好了啦。然后比得了。然后布马，然后最后卡梅基讲主动技。よく動き、よく学び、よく遊び、よく食べて、よく休む。これが亀仙流の修行じゃ。137%的辅助，再加上，这个龟仙人30%也算83万的防御力，然后敌人的，其实可以不开道具了，但就我想要直接打过去就算了，那么就配上多看我一个子，回避，被打一下，谢谢，被磨到一下就好，好，这个就不要被磨到，我们爆裂气大不可思议之意。就只闪普攻，不闪，就只闪普攻，不闪必杀。OK 啦，骂，就是这么个样子啦。最后的最后机啦，被 K 出去了。Vidalu 傻死噶，骂回避过后就是神，回避不了，那就撒尤娜啦。选手是期望被打到一下的，但是你那一下也太重手了，硬刺必杀。OK， 那么这个麦将整体其实表现没有太多啦，主要其实我要想要他就是要他的那一个60%的辅助罢了啦，非常非常的猛啊，而且是不分任何的角色嘛，这全年就有，所以这个是很有用的东西。然后本身的回避力再加上基础防御力也不差，所以就可以让他走的蛮多的。不过就BGBG亚鲁跟少年篇的角色至少要三体以上，这个点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啦。但还是可以接受啦，就偶尔拿出来玩玩一下，搭配不同的队伍来使用，还算是 OK。就是这个样子啦。好，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